你们这些男的就喜欢舞刀弄枪的，放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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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中义堂和蓝队长在城门口比划上了。哼！哎呀，我说我这佛珠今天怎么还断了？真出事了！哎，什么意思啊？真的都想试试？老三，别闹，让他们把刀放下。 哥，忠义堂的兄弟们在死的时候手上没有刀，还算是男人吗？不对，他们都连成了仨也，不懂规矩，我替他们教训教训，我错了吗？没错。姐，你别理这臭小子，规矩规矩，我看就他不懂规矩。 哎，你这说规矩，君雅姐是大哥的朋友，你打了他的人，你的规矩呢？打狗看主人，我的人不懂规矩，三少爷替我教训，我没意见。 但是今天堪城的穿的都是民国政府的衣服，他们的主人都是韩县长，三少爷谁都敢惹啊！蓝队长，县政府常年在，县长每年都会换一个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要给面子，我们忠义堂的面子谁给啊？忠义堂的面子，自然是乡里乡亲帮衬。 今天君雅姐已经给了天大的面子，还不道歉？道歉倒不必，有林阳在，我怎么着也得给林家面子。不过看三少爷这身手，应该不在林阳之下吧？君雅姐，以武会友，以武会友嘛。好啊，那咱们切磋切磋。谁？我。 少爷、小姐都没有回来。蓝队长，我再确认一下，是你要跟我打吗？ 我没其他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为难我了，因为我从来不跟女人打。什么事情都有个第一次。姐，我三弟这个人吧，下手没有轻重，要不你换一个人得了。哎，你，对，就你，你过来，爱拿枪指别人头那个，养你那么多天干嘛用的？你过来。 姐，要不换他吧。你就不用操心了，我跟你大哥林阳是同窗。再说了，我还是个军人。二哥，栾队长估计已经想好了，你也就别劝他了。看得出来，栾队长今天晚上是一定要跟我决斗。那这样，我让他三招。 三招，三少爷不多让些。我用一只手跟你打。<笑>
姐，那你们切磋点到为止啊。老三，注意安全。三少爷，准备好了吗？三少爷，一只手不行啊，还是一起的。坏了，老三急了。爹，袁队长都手下留情了，你还在这给我丢人？林伯伯，三少爷好身手，会点拳脚，让栾队长见笑了。林阳在军校打遍天下无敌手，三少爷这么厉害，看来是林伯伯的家风武学。多谢栾队长今日有空帮我教训小儿。三少爷和我的手下以武会友，我看着热闹没忍住就切磋了一下。早知如此我就应该晚到一会儿，让栾队长帮我好好的教训教训小儿，让他知道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林伯伯，见笑了。我说你们几个遛弯怎么遛到这儿来了？啊？时辰不早了，三日后大婚，早点回家休息吧。大婚？谁跟谁啊？我跟林海。好了。好了，都回家吧。哎，让让。栾队长，有机会下次我们再好好切磋。革命理想，整天吊儿郎当的富家少爷吗？我难道真的要做林家的二少奶奶吗？到底应该怎么办？
小雨，你睡了吗？没睡，有事儿吗？我来是想和你说一句话。趁着现在天还没亮，我拼了命也把你送出去。林海，谢谢你，你对我的心，对我的好，我都知道。我对你好是因为我想对你好，你别有负担。你要是想走，我不强留。我留下，可以把之前那些误会都一一化解。可如果我真的逃了，那明天就真的祸从天降了。小雨，如果你留下，我会很开心。可是我不希望你因为同情留下，你随心就好。林海，明天我会陪你演完成亲仪式。嗯，假也好，演也罢，从明天开始，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妻子了。出了事，我都会帮着你。我只求你一件事情。有危险的事情让我去做，我不希望你为我去冒这个险。我真希望这是一场荒唐的梦。谢谢你，林海，能够站到我这一边。林阳，我是担心你，担心你家。林海长大了，他的事他做主。你知道我来连城就是为了俄狄浦斯计划。毕竟叶谷与他有共党嫌疑。共产党嫌疑？栾队长，这句话听着耳熟。林阳，算了，我不想再提。华子的事儿，你还是忘不了。你让我怎么忘？他可是我最好的兄弟，也是你最好的同学。我也是为了党国。党国让你就凭共党嫌疑四个字随便抓人随便杀人吗？我也是奉命。哼，奉命。俊雅，还记得我提醒过你吗？进了组织部调查科这个漩涡，你可能会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人。娘，算了，俊阳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吧。不要破坏你在我心目中最后的那点好。动作快点。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了？说了有用吗？你没说怎么知道没有用？退出调查科。你怎么对调查科有那么大的意见啊？因为我珍惜现在的你。不管将来怎么样，我对你的心是不会变的。
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二哥林海三天后成亲吗？爹，这个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哎，你看他不像是我们学校的呀。是吗？爹想让你去趟下面，把他父母接来，顺便查查他的底细。去查他？爹，你是在怀疑叶桂宇是共产党吗？如果他真是共产党，这亲就不用成了。所以你这次必须要查清楚这事。哎呀！啊！没事，快吧！踩我脚，你还要打人吗？不是，姑娘，对不住啊，我以为有人偷袭我呢。有人偷袭？这里是学校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在想事情，没注意到你，对不起啊。那你说你把本姑娘摔成这样怎么赔？行，我赔钱。不是，那够了吧？我给你钱呢。这些加起来都不够。不是，姑娘，我刚才就是不小心踩了你一下，我这不是着急找人吗？你看你也没受伤。找人？那你可以问我呀，本姑娘在这个学校已经三年了。那你认不认识叶谷雨啊？你找叶谷雨啊？我们和他全都是一个班的。啊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他经常在学校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吗？他只知道学习，什么都不关心。不过你要找他干嘛呢？是这样，叶姑姨是我表姐，之前约好了今天给她带东西，但是呢又联系不上她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她经常去哪儿？对了，那儿有个三层的小白楼，要不你去那儿看看。哎哎，高一点，高一点，哎。夫人，今天是林海成亲的大喜日子，你放心，林江已经查清楚了，儿媳妇身份没问题。可惜亲家临时出了远门，没能接来连城。二哥，我可帮你瞒住了咱爹啊，如果我一回来先去他那儿告状，你麻烦不就大了吗？我可了解清楚了啊，二嫂经常出入的那个楼就是栾觉雅剿灭的共产党厦门交通站。老三，你这趟辛苦了，别告诉爹，免得他瞎担心。既然你都知道，那你就不能让爹少为你操点心吗？我心里有数。老三你就放心吧，小雨和我是同学，我敢肯定他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。我不管他以前在外面是不是共产党，做过什么，既然今天嫁在我们家，他就别给我们林家惹麻烦，不然到时候我不会放过你。你怎么说话越来越像爹了？哎，别说这个了，你看我今天这衣服啊，这身衣服真好看啊，真配你这个新郎官呀。我才不愿意穿这么丑的衣服呢，要不这衣服送你吧。哎，别我才不要呢，新郎留着慢慢穿吧，我也回去换衣服喽。小姐，快洗漱吧，一会儿赶不上二少爷的喜事儿了。不洗不洗就不洗，不是说了不洗吗？
把这个挂上。兄弟们，大家听好了啊，今天是我二哥的大喜日子，也是我们林府的好日子，千万不要出差错啊。如果你们干得好有赏，干砸了绝对不饶啊。是是，三少爷。等一会儿。行了，哎，对，哎呦，三少爷，早。慢点啊，这边怎么还满意吗？这样呢？哎，小心啊！哎，这面墙啊，也得刮红，红红火火，看着喜庆。哎，好哎，行了吧？再高，来来两个，过来啊！你们过来啊！那面墙啊。再弄一下，哎，这边啊。少奶奶，时间不早了，该化喜妆了。兄弟们，今儿啊，黑白两道，文武双全，八闽之地，头头面面都会来捧场。三中一堂，全武立威，你们就是我们林府的脸面。我希望大家可以打起精神。亮个漂亮的相啊！是。我知道兄弟们都很辛苦，我们先接待客人，等忙完这事儿以后，我请大家好好的喝上一杯。好。三少爷，弟兄们跟你这么久，可从没见你这么高兴过。当然高兴，今天是我二哥的好日子。沈队长，有个消息兄弟们刚传回来，林府今天张灯结彩，说叶谷雨今天结婚。什么？大婚？她要嫁给林家二少爷。新上任的县长和组织部调查科特别行动队队长都是她的座上宾。叶谷雨，他究竟想要干什么？在连城，林皇向武四大家族以林家实力最强，忠义堂实为帮派，门徒众多，深入各行各业。林家大公子又在军中任职，林家三少爷心狠手辣，叶谷雨嫁林家会不会想借用林家的势力？我明白了，叶谷雨嫁给林家二少爷就想借助忠义堂的势力，让我们在连城无法立足。马上组织林府戒备森严，一旦交手就彻底把忠义堂推向我们的对立面，不能轻举妄动啊。可是你想过没有，如果叶孤雨嫁到林府，忠义堂迟早会成为我们的对立面，甚至成为我们敌人，所以必须采取行动阻止他。好，我马上召集弟兄们。好，行动吧。哎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请。哎呦，恭喜啊！谢谢，恭喜啊！在这儿签字是吧？三少爷，二少爷，有你这个兄弟，福分呐！里边请。一笔写不出两个林字，啊，确定二少奶奶不是共产党，老爷也放心呐。好，哦，你也知道了。三少爷，恭喜啊！老爷跟我说啊。哎，三少爷，你去了趟厦门，把这事儿啊，才搞清楚。对忠义堂，我责无旁贷。哎，啊，哎，恭喜！哎，恭喜恭喜啊！哎，请，恭喜啊！啊，恭喜！请，哎，里边请。今天这林家够热闹的呀。
县长忘了吗？今天是林海结婚的日子。哦，你要不提醒我，我还忘了。林海娶了叶谷雨，事情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啊！今天四大家族都凑齐了，正好看看谁像杀我爹的凶手。都这么久了，这帮老家伙就再也没有露过面？对，从未见过他们出现。哼，黄林相屋，我韩三命倒真想会会你们。哎，火车刺杀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还在查。废物。23年前我爹的死就查不明白，现在杀我的人也成了一个无头案。连城屁大个地方，哼，藏龙卧虎啊。请。恭喜。哎，请。啊，老爷，韩三密到了。好久不见了。行啊，请。哎，谢谢。哎，请。来这儿坐。这，老爷。恭喜啊，韩县长。哎呀，韩县长，日理万机来参加小儿婚礼，万分的感激。哎呀，林爷客气，韩某初来连城就能得到这样的邀请，是韩某的荣幸。韩县长过奖。韩县长请。稍等。老陈。是。哎呀，林爷，二少爷大喜，我能空手来吗？谢谢韩县长。恭喜。哎，韩县长红包一个，里边请。行，里边请。稍等，到那儿吧。好。哟，林爷，恭喜。万万不可。韩县长，这是我林某的一点心意，让弟兄们都沾点喜气。恭喜。哎，里边请。老陈，请。是。还不谢谢林爷。谢谢林爷。里边请。行啊，恭喜了。请。韩县长，三少爷，恭喜。多谢。连城的父老乡亲们，大家静一下，看看谁来了。欢迎韩三命韩县长。今日啊，能够跟各位父老乡亲相见，还要倚仗着林爷的地盘啊。韩县长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连城的四大族首。哦，黄某见过韩县长。吴某见过韩县长。幸会。向某见过韩县长。幸会。我们准备明天就去登门拜访，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面了，真是缘分呐。韩某呢，一介书生，啊，受党国之抬爱，来到连城上任，本应该登门拜访各位的。那今日之见，全当是手绘吧。哎，韩县长，那可不行啊。林宅是个私宅，是兄弟们喝茶谈天的地方，拜访韩县长，那可是大事儿。本来各族族首昨日就要去拜访，只因儿子结婚，这事儿给耽误了。韩县长，这事儿全怪我。哎呀，林爷不敢。请。好，请。大家来齐了吧？我来说一下今天的任务。沈同志，你就安排吧。我刚接到连城党支部书记的命令，搅乱林家的婚礼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，沈同志？恭喜啊！恭喜。
恭喜恭喜啊！来，来，放着吧。好。走走走，来，请。恭喜啊！恭喜！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恭喜了，南队长，大驾光临。临海的好日子，我怎么能不过来讨杯喜酒？喜酒有的是。如果栾队长真想喝，你吩咐一声，我派人送过去就是了。三少爷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不欢迎我来？来的都是客人，更何况我们连城人的规矩啊，对客人绝对是不会亏待和刁难。看来我请你二嫂去了趟县政府这事儿，是落林江兄弟心里了。恭喜！不敢。谅你也不敢。林伯伯，恭喜恭喜！栾队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林家的婚礼，我们林家感到万分的荣幸。林伯伯，我是林阳的同学，跟我就不用这么客气了。阿亮，走走走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啊，栾队长红包一个。老爷，栾队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让弟兄们都沾沾喜气。林伯伯，我今天来不是什么队长的身份，我就是林阳的同学，这些真的不必了。爹，你看栾队长是大哥的同学，他有这么的坚持，你觉得咱有必要这么客气？栾队长，请。哎，请请请。好。哎，请。连城最隆重的婚礼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大儿媳。哦，是第一个嫁到林家的。那是不是有很多人啊？连城四族都会来，风风光光的。哦，你刚才跟栾君雅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给他红包？没怎么回事，他抓走了我嫂子，我看他就烦。给他两个红包，是能穷了咱们家，还是能富了栾君雅呢？都不能。那你为什么不给他？我心里图个痛快呗。痛快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二哥的大喜日子。是呀，你想过后果？我料他也不敢做什么事儿。他今天不敢，明天不敢，你敢保证他一辈子不敢吗？不是爹，你是怕他？我是怕你，我是怕忠义堂毁到你手里啊。你跟了我那么多年，不光是要看，更重要的是悟。我错了行吗，爹？你错在哪儿了？你这个脾气不改啊，会要你的命的。爹，今天是二哥的大喜日子，我们能不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吗？居安思危，
咱们忠义堂能坐稳连城第一家族，这是咱们的秘诀呀。红包给不给并不重要，重要是你的心思，是你的喜怒哀乐，是你的弱点不能暴露在对手的面前。那天晚上比武你输了，你知为何吗？不是爹，那天晚上我也没输啊。你还好意思这跟我说？跟一个女孩子打个平手，那不叫输吗？关键的是还没动手，栾君雅就把你的心给搅乱了，你中了他的圈套。心乱了拳能稳吗？心在拳前，拳在心后，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？爹，我错了，是我太轻敌了。是啊，你这个弱点不改，以后怎么接管忠义堂？新郎到！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谢谢王爷姐姐。爹，你这搞什么名堂？我专门设计的这个出场叫做喜事登门，有板有眼，高台而入，四平八稳啊。爹，赶紧下来。放下，放下。新娘到！那新娘自己掀开头的，人家是省城的姑娘，就是洋派。哎呀，可惜了，嫁给这个浪荡公子。你二哥和你二嫂，这俩人够做的。借来天上火，燃成一盆火。新人跨火过，日子现煞人。真好看。反正是假的，就陪你演下去吧。喜字言祥，黄道日，良缘佳偶配锦时，男为乾，女为坤。有请新郎官三件定乾坤。一箭射天，天赐良缘。二箭射地，地久天长。三箭定乾坤，幸福情义真。仪式已到，新人拜堂。心中的故事多想对你说，
给你的爱是种承诺，你还是一